这是你要阿爸写的退选宣言，等一下记者来就开始直播，请你先准备一下。郭委员，真歹势啦，无采你遐尔听话，是阮丈人逼我退选的。无怪恁丈人叫你退选啊！迄天的代志，母甲你歹看，我甲传甲足歹听的。即嘛是网络的时代，一种新闻吼，无可能爱落去啊。人爱讲，好事无出门，歹事传千里。今仔面条你敢唔看？我唔敢看。无看好啦，无猜咱进前遐尼啊拍拼，把民调救起来，即马煞贵煞放落去。我本来想讲照放互你，那是继续为民服务啊。啊，毋过即马人物都讲讲甲尔歹听，你哦，是啥做失望的？即马是安怎啦？我已经有够衰啊！搁伫遮细细俩，你若是惊予我拖累啊，你就走啊，做你走。我还算得避免，你是有够狠心的呢，怎么看唔着人啦？笨手！蔡先生，听讲你要宣布退选是无？你要退选，是不是因为名声让我感觉足歹听？蔡正祥，你到底是安怎啦？甲家己要到这款地步？你即摆是安怎？安尼凊彩写几字啊？一句纸都写未完，安尼叫做企划书？你敢知影企划案是安怎写？若袂晓吼，摕两个定写来。爸，我是为设计图的设计师，企划书本来就是秘书在写，我根本就无写过，写袂好这是应该的，好不？写袂好，叫秘书给你改啊！你叫秘书改啊？我无迄个。袂晓的物件请教别人，有啥唔对？说说。那对了。我叫正祥退算，今天刚起要做直播记者会，来来看麦。今天见晓的代志有啥物好讲？今天见晓你就卖看呀。大家好，我是议员候选人蔡正祥。今天我有真重要的代志要甲大家宣布。伫宣布之前。我先辛苦的，甲大家讲一声，是的。我即摆心情非常的痛苦，非常的沉重。因为外口攻击我的谣言，真正是愈传愈离谱啊！和我最爱的太太，甲我最尊敬的丈人，拢受到牵连啊！人讲你走卡，用惊烧。在我要出来选进前，我就听讲真侪选举傲慢啊！啊，不过我真正唔知啊，谣言伊遐尼啊恐怖。把我硬拗做另外一款人，把我攻击到体无完肤啊！我本来是想讲，谣言止于智者，只要肯认真打拼，所有乡亲就会把我斗相挺。结果呢？结果得着啥？我得着是一届搁一届打拼，我点点，互人侮辱、糟蹋，互人冤枉啊！即摆是你讲啥？到今嘛，
更不知道错误在哪里，你不要你这次为了选举真正去认真去打拼，你却因为过去的代志必退算。不对就是不对啦，不对的代志哦，别因为时间过去哦，就变对的啦。你别这样黑白不分了。所以我今天开这个直播记者会，就是要慎重的跟大家宣布，为着保护我的亲人，维护我的名声，我必须面对。我要直接宣布，我要退，我是安怎要退选？我已经打拼遐尼久啊，是安怎我要顺遐个人的意？我无爱，我无爱退选，我打死嘛唔退。蔡正祥，打死不退，我一定撑船到底。为什么想到，这是无甲看在眼内呢？我叫伊退船，伊偏要撑船。无你是去倒位啊？紧就红色，搁会紧伊来甲做对心。爸，我嘛想袂到，正祥竟然无听你的话去做啊！明嘞。误会一点么假心哦，我袂怪啦。妈，爸，爸，这个蔡正祥吼，实在有够袂见笑的啦。哦，哪有法度安尼，这么尔违背良心，啊，把迄乌的讲错白啦。佮讲甚物以前做的恶事的代志，啊，拢是别人挑工佮设计，挑工佮抹黑啦。哦，我看佮吼，佮要吐出来。蔡正祥的个性就是安尼啦，无要认输，更唔肯认着。就参照当初，伊为着要甲谢亚军合作开发新的服装品牌，伊就死计着急。结果做到最后，阮爸就提伊做出来底啊。我看吼，是你进前个驾驶了无够，无咱两个吼，搁较加嘛，搁较驾驶一下好不好？唔免咱出手，伊自然就会踏着铁板。是安怎讲？谢文良无可能目睭金金，看蔡正祥继续舞落去啊！这蔡正祥吼，会用讲万行代事拢是靠因丈人，啊，这边竟然敢来惹因丈人生气，这就叫做天堂有路他不走，地狱无门他闯进来。耍得来啊！再麻烦朱姐啊。我跟你讲啊。我实在是吼，足无介意搁去看到蔡正祥这个渣男笨手。啊，不过为着你吼，我绝对全力配合。多谢。这康家想要创啥？你的行李啊，拢给你管好，应该赶走。爸，卖假叫，我无你这个囝仔。爸。你先莫生气好不好？你听我讲，我是要跟你讲啥？你这个人就是无老实啊，讲一套做一套啊！你不是答应我讲要退选，那临时改变讲要参选到底，安怎？我的话你拢无要听啊？是，你也是讲在公众平台前我无你管。正常，你明明就答应爸，你哪会突然改变主意啊？你紧甲爸回信。讲哦，你是一时糊涂讲唔对话，明仔载搁开一个记者会，讲你要退选，紧啊！我要选到底话，已经讲出去啊，哪会当话退选就退选啦？安尼欢喜欢倒，选民无欢喜。你拢无要选，搁惊选民无欢喜，感觉你真正要让阮爸赶出去，你才甘愿？
爸，我会安尼讲，真正是为着你甲咱这个家啦。你想看卖啊？即摆外口伊传到遐尼啊歹听，我若是宣布退选，这就表示讲遐个代志拢是真实的。搁安尼落去哦，唔单是我，连你，还佮有亚军，还佮有天威集团的名声，拢会去予牵连着。